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心妍，我又来了。我呢，刚才下楼取了一个快递，但是我呀，迫不及待的把它已经给打开了。哎，这个粉袋子，好喜欢呐。上面写着是西瓜视频的一个小 logo。我现在把它给打开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因为今天是8月15，中秋节，所以我想应该是月饼。这个小粉色呀，真的好少女心啊，小粉红色。上面打开呢，有一个西瓜视频的一个小 logo，里面有四块月饼，大家看一下，一共呢是四块月饼。我感觉下面好像应该还有一层，没，真的还有一层。哎呦妈，这上层的。啊，这下面应该是四个小碗杯，这喝茶用行啊，这个给我爸爸喝茶用吧。